刚刚那个电影挺好看啊。嗯。对了，你怕麻烦吗？我不怕呀。那能麻烦你跟我在一起吗？哇，太帅了！看我这句情话，不把你拿下。我去，好油腻啊！这么年轻帅气小伙，怎么这么油啊？你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你直接问他同不同意啊，磨磨唧唧的问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做你的，嗯哼，你同意吗？你装什么啊？你装什么矜持啊？你这早就喜欢他，你心里边哪有100次？快答应他，别忘记。你看吧，我让你早点问，早点问你不听，人家现在犹豫了吗？小朋友，你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玩啊？哥哥姐姐在这儿聊天呢。这小朋友真可爱啊！这谁家熊孩子？确实。有没有眼力见啊？小屁孩！这手汗有点大，有点紧张。我不嫌弃。你等一下。陈翔六点半。